间花世界变万花，实在不简单。很久的运动充满智慧意义，一上一落之间速度力度配合身心的锻炼，高高低低起有别永恒的定律，转呀转呀转不停，绽放生命火花。你转火燃烧心火，烧掉心中那迷惑，熊熊热火是能量，千岁百炼金刚，要经过错过。你转火燃烧心火，冲破障碍不怯懦，志向不息成长，要突破青春岁月，由我来掌握。哎，你看，这是关于全市即将举行秋季悠悠球大赛的紧急通知。悠悠球大赛，还有城南一中啊，他们可是我们的老对手啊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大部分经费和训练场地都要你们集训队自己去解决。这我们怎么解决？因为高老师，你看他那张大嘴巴。站住！你们暂停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再放心，过去，快去！你们不要过来！干什么？放下！开了！那是我的情报侦探，站住！好一个悠悠球高手，他刚才的飞叶夺花就是从悠悠球基本招式中演化而来的。如果我们队里有这样的人，那冠军一定是江海队的。是不是真的？你不相信我就不要来嘛。人生最难忍受就是不被别人信任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高老师好奇怪啊，这么好的事情干嘛不早点宣布呢？早点布置可以让大家早点准备嘛。就是嘛。谁说的呢？就是米饭，不讲信用。怎么办？经费还没着落。现在没经费，真是什么事儿都干不了。高老师开门呀！躲不过去了。高老师开门呀！早点说说我的嘛。李忠，我现在宣布，后天进行全校的一个选拔，组建江海一中悠悠球校队江海队，大家回去之后好好准备，名额有限，莫失良机。好，解散。耶！
哼，我好心告诉他们，现在连个信儿子都没有。你的东方意念超越不了我的西方速度，那你就永远也不可能战胜我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亚军就等于一个失败者。老练不好，还是换个动作练吧。哎呀，早晚都得练嘛，总不能一见困难就躲嘛。是是是。请问是张鲁吗？张鲁，真是你啊，老同学。哦，现在是不是得叫你张总啊？高大树啊！哎，就是以前睡你上铺那高大树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不不，以前是叫高小树，现在不是改名了吗？哎，老同学，找你有点事儿啊。树啊，真没想到你也长白头发了。真是冤家路窄，怎么就偏偏是他的车呢？是你啊，这是你的车？当然是我的车了。哦，哎，上哪儿啊？我带你一段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喜欢溜达溜达溜达吧。再见啊。哎，高大树，上车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是啊，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啊。我还把你当做第一对手呢，看来是看错了。什么第一对手？悠悠球大赛啊。听说你出任江海一中校队教练了。发什么呆呢？哦，你说大赛的事儿啊，我可没把你当对手啊。说实话，我们江海队的对手啊，还没出生呢。高大树，这么多年你一点都没变，只会逞能。这逞什么能？明摆着的事情嘛。明摆着什么呀？啊，今年大赛还没开始呢，
一切要以事实为基础说话，好不好？啊，像你这种男人，怪不得。怪不得什么？你说说清楚。怪不得一辈子也打光棍。是，打光棍。你不是也一直没嫁出去吗？那是我不想嫁，我就是嫁不出去，也不嫁给你。你这个话题。赵小松，你闪来闪去干什么？我在找风感啊。风感？什么风感？我看你在发疯。大家都在抓紧时间练习，后天就是选拔赛了呀。对呀，你们看。看什么？不就是一棵树吗？跟悠悠球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你们怎么还不明白？哎，看来你们实在太没有悟性了。不和你们说了，没法对话。神经病，就是。后天的选拔赛，只要我使出绝招，保准一炮打红。保重。绝招？坐你这车，比我走路还累呢。我告诉你啊，高大叔，这次啊，你们肯定是输。你就从来没赢过我，凭什么说我们输啊？凭什么？你们江海队既没场地，又没资金，连队服都没有，这可是真的吧？哇，这都知道？难道校长是他们内线？这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啊。也不算什么问题，你就别硬撑了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城南一中啊，为了这次大赛，准备了充足的资金。我们不仅有队服，而且还有比赛服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久将来还要去飞鸟野营基地去集训呢。当然了，我们还有非常不错的教练和队员。你们江海队的那些小绵羊，根本就没办法赢。得意忘形。可是我有悠悠球特殊训练法呀，就算是绵羊，我也能给它训练成饿狼。我看你现在倒像一只饥饿的狼。今天是来拉赞助的吧？但愿你能找着，千万别让我看着你的队员穿着迷彩服上场，啊！再见。厉害，什么都给他猜到了。这样的人要娶回家去做老婆，太可怕了。嗯。嗯，你知道吗？教练让麦基担任校队队长了，是吗？我看，我们应不应该送麦基一个悠悠球啊？嗯，好啊。那，只是我没带钱。我钱也不够。要是刚才少买几串肉丸。对了，找人玩。遵命。
加入校队，当然了。好，我出钱。这才像话。走吧。买不到天煞怎么办？昨天店里还有很多货的。嘘，你们看，那不是天煞吗？还真是，怎么那么巧？哼哼。天助我也，还是老办法。锁园，你先上。怎么又是我啊？你不想进校队了？可是我从来不欺负小朋友啊。这怎么能叫欺负呢？不比赛，难道人家会自动把球交出来？大不了我们赢球之后再把钱给他嘛。我先去和他说。小朋友，你就玩得不错嘛。真的吗？我可是刚刚拿到一星级的技术认证卡。真的？那就是一到五的基本招式你都会做了。是啊。我啊，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个天生玩悠悠球的人才。可是要成为真正的悠悠球高手，就必须和高手过招啊。我一直很想和真正的高手过招啊。好啊，那你有没有兴趣跟那边的大哥哥比试一下呢？你们认识吗？啊，不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不过我怕比不过他们呀。既然你这么害怕，那就算喽。你就继续和你这些流着鼻涕的小伙伴，把悠悠球当成土豆玩吧。唉，一个天生的悠悠球人才就这样被埋没了。自己多保重，拜拜。怎么样 ？OK， 搞定。那他怎么还不过来？别急嘛，总得让人家考虑考虑啊。请耐心等待十秒钟。哇，这么神啊！好，我来帮你看时间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搞不定吧？那我们走喽。大哥哥。小朋友，想通了，好啊，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悠悠球高手嘛。大哥哥，虽然我知道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，不过我还是愿意接受挑战。那谁输了就交换对方悠悠球怎么样？不行，这可是我新买的。我用这个跟你比，怎么样？我的天煞可是最新款式，我不比。错，小朋友，这可不是原来的盒子裂变，而是新出的第二代。难道是超级盒子裂变？啊，对，就叫超级盒子裂变，是目前最新最好的悠悠球。你的天煞嘛，虽然也很新，但是性能比它的超级盒子裂变还差那么一点。是吗？这样吧，我们不能欺负小朋友嘛。如果你输了，你就把你的超级盒子裂变给这位小朋友。那如果你赢了呢，你就把你的超级盒子裂变和这位小朋友的天煞交换，怎么样？好，我同意。太好了，我也同意。Thank you.
时，也有人玩悠悠球。出手时要翻腕，才能使球具有弹性。你也玩悠悠球吗？也许吧。如果我输的话，我就把我这个火力战士一起给你。好，公平，真棒！选拔赛马上开始，一定要有乌云。